慧宁时间白马 Le Cheval Blanc， 它的创作者是法国后期印象派画家保罗高根 Paul Gauguin， 但是画面中的马却不是白色的，前面这一匹马是绿色的，它印证了高根用色的反自然性。它用色并不局限于真实还原自然场景，反而它在画布上抒发自己的激情和灵魂。这幅画创作于1898年，现在保存在巴黎的奥赛博物馆。除了前面这匹绿色的马之外，后面还有两匹不同颜色的马，马背上的形象也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元素，是朝向天堂旅途的预言，也许是高根自觉离此不远了。尽管他的生命还充满了创造力，但在创造这幅画的时候他已经疾病缠身，在创造这幅画之后的5年他就离开了人间。慧宁时间，法国巴黎。